把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整个星期的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忧愁全部都放下，因为我们进入你的声音，我们就知道你已经挪去了我们的捆绑。我们正在是带着一颗喜悦的心，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称赞你，因为你住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所缺，你都能够供应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赞美敬美团的歌声是荣耀你，你的天窗打开，让我们听他们今天的歌声，他们的。无论是乐曲，无论是他们的音响，无论是歌唱，都是荣耀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爱你的神，你是我们掌权的神。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李牧师交托你，让今天的每一个我们在这个 HLA 里，我们看到的是神你的话语，我们听到的，我们活着，我们以一个喜悦的心来荣耀你。这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荣耀归给神，一个掌声，阿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啊侍奉团契。在这个疫情中，我们呢更加要来敬拜上帝 ，Amen。Amen。哈利路亚！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这个时刻就来，把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他。哈利路亚！哦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圣灵降下，赐给我们每个人喜乐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因为你是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于给你， 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祝你战胜黑暗权势 ，Amen。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祝你的胜利复活，震动天地，你要震动沧海汉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是神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从头来。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祝你战胜黑暗前世。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祝你的胜利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要震动沧海汉地，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大过荣耀，你必是平安，彼此扶着你，你要震动天地，你震动沧海汉地，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你要震动天地，你震动沧海汉地，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哈利路亚！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而已。
生命的意义，精彩的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真理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路上面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很唯一的盼望。从头来，大家一起来，有一位真神，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生命一切黑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Amen， 他是唯一的盼望， Amen， 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字，哈利路亚， Amen。 主啊，你是盼望，你是真理，你是生命， Amen。 哦，我们感谢你，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真光，在你的光，在你里面，我们一切惧怕都要离开，不论我们对什么惧怕，对疫情的惧怕，对我们将来的惧怕，主啊，在你的光中，在你的爱中，这一切都要消失，主。哦，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来呼求他，继续的仰望他。这位上帝是那么的美妙，这位上帝他是那么的真实，只要你紧紧抓住他，今天晚上可能你的生命就要转变过来。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一起的来呼求他，哈利路亚。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里面，使我得以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继续呼求他，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一起来呼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从头来，主，求你保守
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堕落。我需要你，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能成为你所喜悦的，而你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而你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而你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Amen。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信了主，其实还不够。我们每一天要亲近他，每一天要祷告他，每一天要寻求他，把他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每时每刻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主，这样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Amen， 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来寻求他，继续来寻求他的同在。哦，哈利路亚。我请姐妹先唱。让我看见你，你容美有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一起来敬拜他。我只为要敬拜你，我只为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一起来。我只为要敬拜你，我只为要全心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再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容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我这位要去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我这位要敬拜你，我这位要全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喜在今在，永在的主。Hallelujah， 我爱你，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Hallelujah， 我爱。起来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イタリアならばそう。イタリアダラライダラバダラバサンデイタリアダラララリアダラシアダリアダラバサンデシダリアダラバサンデダダリアダイタリアダワサンドダリアダワダライタリアダラシアダリアダワサンデラ。阿门，开口来敬拜他，开口来称颂他，用你的口，用你的心灵。来赞美他，来敬拜他。伊达利亚达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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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拉，伊达利亚达瓦达拉巴桑杜，伊达利亚达拉，耶拉拉利亚达拉巴桑德，伊达利亚达瓦桑杜，伊达利亚德，耶拉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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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伊达拉巴拉巴拉巴利亚达拉巴桑德。拜你，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我只为要敬拜你，我只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敬在永在的主。大家说，我爱Amen， 我们爱你主，哈利路亚。哦，因为你赐下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一生爱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主。
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心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是主的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敬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敬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敬我欢喜前来，敬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敬我欢喜前来，敬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敬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晚上好，主里平安 Shalom， 请坐。我们非常欢迎线上及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们来到参与我们今晚本教会的敬拜赞美。我们也同时这个时候非常欢迎我们今晚有一些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就是广德明先生，另一位是 Mr. 汪清燕，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代表 SLA 教会，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来参与我们的崇拜。我们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们。在还没有收奉献之前，先让我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向你祷告。我们是何等的蒙恩，因着我们依然有生命的气息，来到敬拜你。那位大而可为的上帝，谢谢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求你帮助我们，无论何时我们顺境或者是逆境中，在软弱失望心灵破碎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专心的仰望你。我们深信你会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神啊，我们手上有这些微不足道的金钱来献上给你，求你来接纳，即分别为圣，来扩展你的国度，也求你祝福每位奉献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凡事都亨通。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现在这时间让我来报告本周的家训，因为有新人的缘故，我会继续的每一个事项报告出来。缅甸线上崇拜是在每周一5点至8点晚上，任何事情详情你们可以联络彼得牧师。第二，中文线上查经班还是由我们的管长老来带领，是在晚上8时，是以送的方式进行。试题祷告会同样的每星期三将会继续的进行。第四，来到复兴特会是每周四，由顾密信这个牧师也是经过 Zoom 的方式来进行。同样的星期五晨祷第五项也是以 Zoom 的方式来进行，由8点早上到9点早上。这场事工团契每周一到星期六9点半到10点半。来到特别事项，社会关怀事工，我们的目的是要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他们一些物质及精神上的帮助，同时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你有任何的详情，可以联络 Tony 弟兄及 Johnny Lau 弟兄。阿都兰关怀中心，也就是我们本教会以基督教信仰创办的一个关怀中心，对象是辐射那些有需要的乐龄人士，请弟兄姐妹们为这件事代祷。英文生命小组也在指定的地方家里开始进行，请联络 Sister Lilin，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资讯。来到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将你的十一奉献及爱心奉献，请转账给 OCBC Bank 银行，账户号码是Seremban Life Assembly 740-114784。 所以我也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我们还是严守回我们的 SOP。 这个时候我们很荣幸，我们有我们好久没有见的李义香牧师，一位很恩高的李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证道。这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请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大家好，呀，我可以拆开我的麦。感谢主啊，我们能够在主的家一起的集合。今天我很高兴的听到呢，有两位新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很感谢主能够这样子的带你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的分享这个主的恩典。而且呢，我们也要谢谢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能够来到主的家，来明白来了解一下这个主的真实哦。我们很多人听很多种的故事，不过真正的那种真实的那种感受，那个神是会怎样的行他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还是要我们自己去亲自的去经验去了解，我们才能够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去选择信靠他，还是完全要这样子的不了了之，是吗？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要对得起我们自己，在围着我们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决定是不能够忽略的，所以要很小心的去处理我们的心态，
也要了解我们的心里面所要的是什么。 OK、我们已经过了2021年，所以这个是、新的一年2022年，我们已经进了第三个月、很快很快的、时间过得实在是很快、感谢主，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期是很挑战的时候，对吗？大家每一个人都了解都明白。我们听到很多的消息，不知道是真是假，总之就是有这种的消息就是了。然后最恐怖的一面就是在俄罗斯，那 Ukraine 是吗？ Ukraine 我不懂的话啊，乌克兰，我听到的消息就是呢，那些两个星期前，那些家庭呢，就是还是过着一个很平凡的生活，而且每一个人都尽量的准备，为他们的梦想，为他们的这个将来，而付出了很多很多，为他们的家庭。突然间呢，两个星期过后呢，很多那些老阿嬷，退休的那些老妇女，开始的拿枪，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家庭，维护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国家。情况改变的就是这样子，一刹那间，对吗？而且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们还留在这个乌克兰，也开始的全部拿起枪。布丁以为这个国家他能够在三天里面就烧尽，因为听说那个国家是没有什么武器什么的啊。可是到今天已经十多天了，他还打不进那个国家。现在呢，全世界人起来支持这个乌克兰，是吗？只是为了一个重点，就是人生的价值观啊。布丁说，如果是什么国家要起来帮这个乌克兰打的话，那个国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很多很多的国家的那些兵士，是兵士也好，不是兵士也好，他们都自己委身，叫 volunteer 啊，自己成为那个叫什么志愿的去拿起枪去帮助那个国家打仗，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名分上去，不是国家。我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些人，志愿的那些工人，从各国家来到，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煮食物，为照顾着那些兵士，给他们有力去打那个帝国。很多很多的将士被打死了，这个是普通的人是想不到的事。他们不是军事，他们不是拿过枪，不过为了一个观念，他们起来拿起这个勇气来去作战。不管那个敌人是驾什么大卡车啊，卡弹车，我不会讲哦，华语我不会讲啊，什么车来他们都不怕。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反而呢，在这个 Russia 的国家呢，那些兵士啊，很多是饿死，没有人煮给他们吃啊。所以我们到今天呢，我们不管我们是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都知道，我们讲准一句话，就是人生的价值观念。我们为什么事情而死，为什么事情而活，
就是人生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不是因为一点点的芝麻小事啊，吼，那天你欠我几百千，我要去吊井死掉，而是我去投资了，然后呢，亏了不懂几百千，我就从上面掉下来，那个死得太便宜，太便宜了。我们要围着一个价值观念而死哦，你知道吗？那些兵士啊，他们进到那个国家里面，那些自愿的那些兵士进到那个国家里面，现在啊，他们在一边打仗一边训练，你知道吗？训练那些拿枪武器的拿枪的，而且呢，各国的那些国家开始送那些枪啊，送那些武器啊，给那边的人民啊去作战。他们在训练，这个是临时开始，每一个人要学的，不能够在那边哭啊，阿爸阿妈没有时间哭了，对吗？也没有时间去唱那些以前你恨我，你伤我的故事。现在是生存的事情，我们要生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志愿的兵士哦，他们怎样会杀掉，会死到这些帝国能够延迟他们的占领这么多天？他们自身灭他们，拿他们生命去炸他们自己啊，去炸那些敌人啊。志愿，我们为什么价值而活？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价值观念？有时候做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反省一下。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啊，我的哲思啊也是经过很多的转变。我才开始要进行了，哦，又来一个转变，又来一个转变。啊，原来这些转变都是好的。我在2010年的时候，上帝开始叫我转变，侍奉这些难民，开这些难民学校。我不知道怎么我要这样紧张，也没有时间准备，就这样子开了。我有几辆车，那些复营车在各地方的，我都全部拉回来去做。3年过后，那些小孩子全部送回去别的国家啊，去定居。也有很多不能够去定居的，现在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了。然后呢，2020年就 lockdown 了，什么东西都做不到了。我很感谢主哦，我能够在那短短的时期里面完成了上帝要我做的工作，现在你要做的不用去做了，而且也没有很多这些难民在我们的国家了。啊，有的都是那些他们买过来的那些，我要叫什么？青瓜教，啊，都是那一种。出不得，进不得，而且他们都有政府的支持，都不需要我们。可是呢，我感谢上帝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前头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lockdown 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个 COVID-19 的事情。可是我跑到好像没有时间给我休息这样子。走啊走，快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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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们的会友啊，一个一个生气啊，那些给奉献啊支持教会的，一个一个离开我的教会哦。为什么？他们说，牧师你要照顾你自己的身体，我们给你的钱是给你去养你的身体的，帮助你的，怎么你拿这些钱全部给那些难民的小孩子，给他们吃饭，给买他们的书本？第一是没有错嘛，哦。我就觉得好奇怪，哎，这样子也是错吗？他们生气到他们离开那个教会，我不要支持你，我不要给我的钱去给这些难民。你知道
我一知道我需要去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我就抓紧做，什么小小的这个机会我就抓紧做，不管有钱来没有钱来，总之哦，人家把那个饭团的生意交给我，又拿来冲过去，人家给我那个餐馆的生意，我又拿来，也是给人家骗了。有做做得很好，成绩很好，我自己做嘛。不过当我自己一做的时候呢，我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跟人家祷告了嘛。你知道我一天我的那个裤袋里面我收的现钱2500块耶，只是卖饭罢了啊，才两个工人在后围煮啊，我一个人管那个柜台啊，管水冲茶，有一个人喝了我的茶，一天几餐来一直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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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问他，哇，你一天来喝这么多，很好喝，很好喝。我很感谢主哦，我也可以从那边学习。后来有一个阿拉伯人说，哦，他看到那生意很好，因为我在找一个阿拉伯的那个厨师来煮。他说我帮你做这个阿拉伯，我帮你投股。他投那些钱下去，全部拿不回来的，不懂去了哪里。我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的那个餐馆垮了咯。不过我学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功课，从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呢，上帝都会用尽各样的情况来把这个主的工作这样子的帮我带过。有生意也好，没有生意也好，我也做完了。啊 ，lockdown 一来了，全部关到完，什么都没有了。啊 ，so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是去年2021年一个最惨的那个挑战，最惨的一个时期，我自己亲自面对了。啊，只是在圣诞节之前，我去 close 一个10 million 的那个 USD。investment，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没有进那个 investment， 我也不懂那个 investment 是什么，叫什么，我 close 了。现在他们在 process 住，啊？你说啊，有这样的事啊？有哦。我不是那个投资者，我也不是做那个生意。他们寄给我那个资料，我草草这样子刷过去 ，OK， 没有骗人，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没有骗人，刷过去，原来呢这个公司，这个叫什么挂牌公司呢？他们也很聪明，他们有他们的人脉，他们把我的资料拿来去叫人家查查查，然后请那个。负责人来跟他们解释，然后叫 Bank Negara 的人来跟他们解释，就成功了。我还坐在那边说说啊 ，$10 million USD 是怎样写、怎样算，我还不会。不过我 close 了，现在在 process 住 ，OK， 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以为我们是最低潮最惨的时候，可是呢神一阵风来又把我们这样子的提拔起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要时时的装备我们自己。我今天的信息很多人告诉我说要讲这个叫做福音，可是上帝把的这个信息来得更强，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心里面要把它传出去的，就是说呢，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来面对一切的改变，时期时候事情所发生，以前我们所学习过的一切的东西，也许呢只是给我们在那时候站得稳，做了一个根基。接下来呢，我们所要面对还有很多的转变，还有很大的转变，我们要准备。
很多信主的学习信心的这个挑战，学习信心的依靠主，在这个一直看到上帝不断的来祝福他们。怎样祝福法？我很奇怪的，我的教会的会友哦，他们的生意全部也是关掉哦。不过啊，他们走不拢去做什么？那个叫什么？哎，我忘记了那计划嘞，宿舍的、啊、民宿的那些东西啊，也可以赚钱哦。我就很奇怪，现在这个时候谁有要来住那个民宿哦？不过他们都有顾客来的哦，啊，所以上帝所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过上帝都会祝福他们。所以呢，我要鼓励我们的新朋友，就是哦，最重要的，我们来到教会呢，就是要学习怎样的去信靠主，来去应用我们这个信心啊。我跟你说的这个原因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在这边。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哈，是朋友来的，他不是我教会的会友，是别的教会的会友。我每一次在那时候还没有弄到之前，我开 做这些 event 的时候啊， event 啊，你叫我讲 event 哦，我们不是整班的教会全部跟着我一起做，是我一个人做的哦，知道吗？如果我要去派食物给流浪汉啊，我煮了200多份的食物啊，你想一下，200多份的食物是几重，你知道吗？那个饭，那个菜，啊，我是拿大桶来装起来的，一点一点来放下去，然后要怎样拿上车呢？我又是扛不起的哦，我就要走下去找那个 security， 那边有两个 security， 你来帮我抬那些东西啊。他们就来帮我扛上车啊，然后我自己下去那个流浪汉的那个地点那边，那些流浪汉看到我就开始排队了哦。然后呢，那些有几个呢很好的呢，他们就来帮我抬，他说：“哎，牧师，你不要再动了，给我们弄。”他们就全部帮我拿出来，他们就帮我派管理那边的秩序那一类的东西。所以我所谓的说哦，我如果是做一样东西，不是整个教会全部跟着你来，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啊的那些弟兄姐妹也是很远了，一些在卡江了，一些又在德门洛了那一类，所以不能够聚合这样多。我那时候一开始要做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先去做，很谨记，什么东西都很谨记，没有时间去拉人，没有时间去叫人来啊。可是到现在呢，我的会友想要去做了，没有得做了，没有得做了，情况开始改变了，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啊，我要等到这一天啊，很美好的那一天我才去做这个啊，他开始转变，转得很快，转得你临时要改变，从你所会做的东西，从你平时所做的完全要开始改变。所以如果有这一种的改变，要先从我们的心中里面开始有的改变，就是当耶稣一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就看着那种改变发生在你的心灵，在你的家庭。这个就是我信主40多年里面，我看到我的家庭改变啊，一波到一波，教会改变，人改变，人的家庭改变，这个就是我们会经历的。所以这个朋友哈，他我每一次有做 event 的时候呢，他就是第一个先到的哦。如果是他是先到哈，我们做普通的牧师哦，就很看重这种人的，对吗？很看重他们这样子的付出的嘞。可是哦，我一直发觉到有一些不对路，我怎么这个人讲话是这样子的，好像没有教养，做东西啊好像那打字这样，不过她是女的嘞。为什么信耶稣这么多年了，没有修养好一下自己的脾气，没有修养好一下自己的性格？我在心中讲，哎，嘿，我现在是要闭口还是开口吗？不过我很有重要的东西要做，那么我就选择闭口了，我不要跟他争执，
也不要跟他讲。可是我心中告诉我说，始终一天会有发生事情哦，不是我在咒他。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人，我们都有经验。好，你如果是一个人是没有教养啊，没有那种的啊，那种的内涵啊，我们始终一天一定碰钉的。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啊，我再拉远一点啊，我去看一下那个摩大进的那个历史啊，很多人都忘记了他，怎么我会一下子记起他呢？因为在我信耶稣的那一年哦，我的哥哥进医院，他就被枪打中在我哥哥的旁边。我那时候小，我不去看这些东西，我不去理这些东西。不过现在我也经过了很多种各种各样的经验了，我看到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同。这个人28岁就被吊颈了，哈，为什么？他靠他泰国那边有的那个私利枪头武器，他敢杀哦，敢来哦，哈！我们有些人的人心是这样子的哦。我以为我敢来，我敢杀，我敢做哦，我肯定是赢过人的哦。所以同样的，我看到这个女的也是这样哦。不过她说她是基督徒哦。如果是我的会友啊，我跟你说啊，前3个月里面，我一眼看中他们就开始交流的了。你不可能成为这样子的基督徒，在我的教会，同样的那种的脾气，我一定跟你冲的。你说我做牧师都是假的，我跟你冲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你有这样子的脾气，你做不到主的工作。最后，我在最近的时候看到那个 Facebook 里面，他就讲，怎么我现在又没有工作做了，又给老板炒鱿鱼了哦，有谁有什么意见要跟我讲啊？我在心里我很想讲，不过我又怕伤他。哦，原来他怎么会这样乐意出来帮助我呢？是我的姐姐啊，我的三姐是吗？她很疼我的，我做什么主的工作，她都要来参与了。不过他的家庭哦，他有孩子啊，大大小小他要顾，他不能够出来就这样子帮我，所以就给钱给他，叫他来帮我。我最后的时候还查了，还知道哎，原来这么他这样乐意帮我，我不是讲他是要钱呐、啊，啊，可是呢，我也是很欣赏他那种很乐意来帮啊。可是我讲为什么还有一种的那种的脾气还没有调理的嘞？我跟你说，我是牧师哎，我看不惯这种的情况的嘞。你叫我不要开口，我也是要开口讲的哦。我去做生意的时候，人家有这样子的态度，我是慢慢教他们的，慢慢跟他们讲的，做人应该要怎样看得开，要怎样的说话，要怎样的去对待人家。你尊重的对待人家，人家会尊重你，是吗？不管你是打字也好，有读书也好，没有读书也好，一个人能够提拔自己的人格的，我今天讲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我们要提拔我们的人格啊，我们才能够担得起那个前面的那种的挑战而不会垮。所以他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最完整的方式来告诉他说，我说请你开你的眼睛看你周围的那些人，爱你的人，那些教会啊，安弟啊，为你祷告的啊，那些安哥啊，你学习一下他们的好榜样。我不是叫你去学他们的坏榜样，学他们的好榜样，慢慢学慢慢学就上手了吧，对吗？你不用走到美国那边去找莫里斯·鲁洛的，也不用走到 Germany 那边去找那个什么啊，Rainer Bonnke 也全部上了天堂，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了。对，不过上帝有派那些
好的人，难道没有一个好的人在我们身边吗？你的爸爸啦，你的妈妈啦，很疼你的啦，弟弟啦，妹妹啦，他们都是好人吗？难道他们也是坏人吗？不是。看你的眼睛，学什么好的就学，不要限制自己，你就会开始提拔你的人格。你开始这么样的学习，你就能够慢慢的走，你面对什么大风暴雨来，你都能够走得很远很远。感谢主， Amen。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路加十七节，我相信这些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应该是会帮助我们，而不是来针对我们。因为我们人不是完美，是要经过很多的风波，很多的那些问题，我们的生命才会开始的改革改变。我一直来是单身汉，侍奉神很自由啊，然后呢有了家庭，结了婚，不过有了丈夫是一种的学习啊，那你有了孩子，那个学习更加的挑战力更大，我又要忙很多很多东西。不过我很感谢上帝的，就是我决定安定下来，把我应该要给的时间给我那个孩子。你知道我每一个星期日我在领歌，在 Zoom 里面带领那些教会的时候，我的儿子会起来跳舞的吗？才两岁，他已经一岁多的时候开始会走了，就起来跳舞，他又拉他的爸爸跳舞，跳到敬拜完了他就坐下来听我讲到我，坐坐静静这样子看我。有一次他生病，一次他发高烧得很厉害，我觉得他很辛苦，我就抱他上他的床上，有一种的油啊，我每次用的，我每次去外国啊，去哪里，是那个山茶树油啊，我要找不到，不知道去了哪里，啊，突然间哦，我站起来的时候，在我的脚那边，我就拿出来涂一点点，在他鼻子那边开始觉得很舒服，我就跟他讲。我叫他的名字，我说主耶稣要医治你，主耶稣要给你健康。你知道那个孩子才一岁多，他辛苦啊，他本来是要哭的嘞，他那样跟我讲妹妹妹妹，一下子那体温降了没有到十分钟二十分钟，他就起来唱歌跳舞吃东西了，我就知道他好了，感谢主耶， Amen， Hallelujah。 所以从这些小事上哦，我就觉得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观念，我们的生活怎样的去追随神，怎样的去以这个信心来信靠这主是很重要的，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如果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或者是做了很多好事，面对很多很多的那些负面的事情吗，我们不要去把它当成是一回事，我们要最终要做的就是继续的去成全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要去看那些负面的事。那么呢，你就会开始的很积极的在这种很就是说很挑战很负面的情况之下呢，你变成还是一个很积极的人。
感谢主，我们一直这样子继续下去会有结果吗？我告诉你，只有好的结果，因为有上帝哦，会在那边一直维持，一直指示你，一直帮助你，一直祝福你的生命。人家看到你的生命哦，他们是说，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只会讲一句话，他讲：“哎，你好像很有 on 哦。”他讲：“我什么 on？ 我又没有四个号码，我又没有中马票。”他说：“你好像很有 on 呢。”他们只是会讲这样。为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有没有？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第十七章。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你做得极好，你觉得你付出几多，你觉得你牺牲了几多，到最终的时候呢，也是还有偏，有人要来绊倒你啊，有人妒忌你啊，有人会来做很多那些你不需要发生的事嘛。我花了很多年要去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我现在不要去明白了，不需要。总之就是继续的去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人的心是了解不了，要我一样一个一个一个来了解，我觉得很麻烦了，变成很拖累我的时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是尽量帮助你，如果不能够帮助的话，我就不需要参就在一起，变成我们应该本来是越来越好的关系就变成越来越差。不管是你是几亲密的那些关系，是丈夫妻子啊，哦，还是孩子啊，长辈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祈求祷告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Alright? 所以这边说到呢，说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听好来哦，我们每一次哦去教会吗，我有听到，我有看到，我请你们不要太过敏感，因为我在这边呢，我没有指定是谁，我没有指定是什么人啊。总之是我看到太普遍了，什么教会都是有发生这一样的事。有一些人呢来到教会呢，啊，占这些弟兄姐妹的便宜，就是啊，上帝说要以爱啊呢啊，要爱你的敌人，要原谅赦免你的敌人，对吗？所以呢，我不管我做了几多几伤害你了，我总之我来到教会你就是要原谅我了，对不对？是 上帝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爱心来原谅赦免我们的敌人，是没有错。可是这个原谅赦免不是拿来被滥用的，听好来哦。这边说到呢，他说绊倒的人有祸，如果我们故意的带着那种的情况，那种的心理是要去妒忌人家，是要去绊倒人家，或者是不甘愿人家的成就，要告诉你哦，我们就会绊倒一个人，我们会酸，我们的态度举动就已经给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了，不是很欢迎，也不是很受爱，也不是很被赞的那一种，就是被人家讨厌啊！我们没有做错事情，怎么要被人家讨厌？可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呢，绊倒人的人有祸，就是要把模式圈在这人的景象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哈，我们继续要用这种的态度，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不能够来赞美上帝，去感谢上帝，为了别人的成就而感谢主。我们就想要去绊倒人家，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种人啊，你甚至把这个石头哦，勒在那井巷里面掉进去啊，就是说到呢，没有要救的那种，很得人讨厌。就是你知道把石头绑住，你知道我们人身体啊，一掉进那个 海里面不久呢，它会浮上来，对吗？如果是你绑了一个石头掉进去，它是永远是不会浮上来的嘞，就是说你永远没有机会去翻身的嘞，是不是？这个是圣经写的，我真的跟你详细的解释一下罢了，不是李牧师讲的嘞。你想一下这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很恶毒的，很恶毒的，就是很不好，是吗？如果是人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一起祷告的，有神的同在，神要祝福谁就祝福谁吗？如果每一个人都得着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一起的拍掌，一起的高兴，一起的欢呼，赞美上帝，感谢主，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我们要妒忌人家呢？我在单身的时候哦，啊，很多人结婚在我的眼前，因为我是那个不想要结婚的人，我想要一生过单身的日子，我每天去跟上帝求，不过上帝讲不可以，从我第一天求就讲不可以了。你知道我哭是怎么，上帝不给我单身，在上帝的同在那边哭。所以我就想到啊，上帝要我结婚，好，可以，不过要等啊，哦，我不可以随便乱乱，我喜欢这个人就结婚，哎，有很多人很喜欢我啊，等，很对不起哦，这我过了四十多年里面单身的日子所面对的，去到哪里一个国家都有人追到来的啊，真的，等七年，有一些现在等到四十多年还在等呢，我结了婚还在那边等。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是，每天祷告我跟我的丈夫离婚。哈，我看到很多人结婚，我每天为他们鼓掌，为他们安排。我告诉他们说，婚礼是一世人一次，要做到好好给你的父母亲看，因为你父母亲他们不是不信主的，很多很多家庭我带领他们哦，结婚结得好好美美，他们的父母一个一个走来信耶稣。还有一个就是葬礼啊，葬礼我告诉他们就是说，葬礼我们要做到好好给人家的，不能够随随便便啊。很多那些不信主的家庭一家一家来接受耶稣。哎，你说为什么我不会妒忌别人？不需要，我有上帝祝福我这么多，我怎么要去祝福人，去妒忌人？我更加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我这样能够经历，不用像我这样穷，像我这样经历这个上帝丰富的这个祝福在我的身上。 Amen。我经历的那些痛苦，我希望没有人会有经历，因为那种痛苦不好受。可是我阻止不了这一些事情发生，对吗？可是我要每一个人都有像我这样经历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吗？然后我结了婚哦，我很想要孩子，我看到了一个一个抱孩子，哇，我极爱那些孩子，那些难民的那些小孩子全部来，我爱他们，爱到他们的父母亲很妒忌，哎，我不敢太过靠近他们了。啊，不过我照顾他们像我自己的孩子这样，我煮给他们吃的嘞，哦，学习煮大锅的食物啊，给那些小孩子教导他们，好像教导自己的孩子这样，一帮一帮，哎呦，四五点爬起来去摘他们哦，来学校读书，然后又摘他们回到来是五六点了哦。我也是这样子做，可是没有这个必要去妒忌人。
我们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孩子都是从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去珍惜他们，要去爱他们，要去爱护他们。所以我一直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我与我自己的孩子啊，我的孩子，我能够以这种的爱来爱他，因为我一直来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爱别人的孩子，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我自己的孩子，还比爱别人孩子更加亲，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能够学习。我不是说我们都是天使，哎，我不会妒忌，没有，我们要处理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些意趣的那些杂乱的那种的态度的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跟上帝知道要怎么样的改变自己。我们都已经活在一个最爱我们的上帝的同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不抓紧这个机会来改变呢？ Amen。 我跟你说过吗？不用走到远远的去学习，或者是付钱去给人家教导我们训练我们，从旁边看啊，你看 Dr. Kwan， 看 Mrs. Kwan， 看这些这边带领诗歌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多么的努力呢，多么的努力要做好他们自己。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不会感动吗？不会有那种感受吗？是我是你哦，我现在已经是做牧师了啦，是我是你，我说哎呦，我要像这个姐姐这样，我要像这个哥哥这样哦，是嘞。我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我看到那摩利斯罗洛，哇那些轮椅啊，一个一个掉上来，我说主啊，给我这样子的姿势，我要有很多那些病的人祷告，我要看到那瘸腿的人能够爬起来走路，我要看到那些眼睛瞎的能够开眼睛，要看到耳聋的能够听到声音，要看到那个哑巴的会讲话。哎呦，我看告诉你，上帝的这恩膏就一直这样子的运行，慢慢的指示，慢慢的教导。为什么？我看到，我学习。我不是叫你去看那些不好的，我叫你看好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里面，都是有好的，有长处给我们去学，我们就很容易改变。哈利路亚， Amen。 所以他这边说，他说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哦，你就劝解他，听好了，他若悔改，他若懊悔，懊悔是什么？他停止他所做的义缺，改变他自己。所以这边上帝没有教导我们滥用这种的爱心啊。他若悔改懊悔，你就饶恕他嘞，饶恕他。如果是一个小偷啊，有人来到教会偷东西的，你知道吗？教会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我有时啊，我开我的眼睛很大，我都不相信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不过我的东西就是给人家偷，我没有办法，我要去承认有这样子的事。我的钱是关在我的那个房间的柜桶里面，一下子那个教会哦，我们在唱这个敬拜神哦，一下子那教会的灯全部按到完，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些人叽里啦啦走去找灯，找蜡烛开着，等到集会完了，人家全部走到我回去我的房间，去我的那抽屉里面拉一下，几百块钱没有了。不是只发生一次哦，两次的，而且我还知道那个人是谁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会有，也不需要去追究。如果是那个人是肯留在教会里面，你要教导他，你就要教导他懊悔。所以呢，你要把他当作是一个小偷，处处上要小心谨慎，知道他改变。我们不能够每天讲哦，爱心爱心啊，他是小偷啊，不用紧啊，哎呀，
莫瑞斯路路有一句话就是说 When you see a crook, you treat him as a crook. 如果你看到是一个 crook 是叫什么欺骗者，对吗？啊，你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欺骗者，知道他悔改。我们一直以爱心来对待人家，对，是要他们能够悔改。我们本来应该是说人家对我们这么好，哎呦，我们要懊悔耶，我们所做的那些错事哦，我也不要带进去教会里面了，很麻路哦，讲起来都麻路哎，是吗？都很害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改过。所以这边说到呢，我们要懊悔，懊悔，为这些弟兄祷告，祷告他会有一个懊悔的心，改变他自己，我们就得了一个弟兄。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一些哈、哦、恶者啊，他们做了那些邪恶的事情啊，他们来告诉你，你要怎样讲啊？你要原谅人家。上帝说呢，你要以爱心来爱这些人，他们来命令你去爱他们哦。不过他们应该要做的那个懊悔改变，不用去做。他命令你要去爱他们，要去给他们乱斩乱就是说滥用大过踩过，什么东西有的就抢到完。如果不是上帝保护我，什么都抢到完，什么都没有。我们有时太有爱心哦，太过单纯了，有时候啊，就会被这种的情况呢来利用。我们在圣经那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他是说，他若是懊悔，你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啊，又七次回转呢，七次他都真心的改变呢，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上帝是教导我们要不断的去饶恕人家，可是那些绊倒人的人，他们也是要不断的悔改吗？不断的懊悔吗？是吗？所以呢，这么我提出那个伯大进呢，那个才二十多岁的小孩子罢了，对我来讲是小孩子，你们是讲大人了哦。哇，进进出出那个银行，抢拿枪带着队，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打过他。后来一天就被枪这样子的射倒了，就走不出那个死门。人要有懊悔的心。 Amen。 有时我们、哦太过有机会啊，太过有机会，就是权力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啊，我们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当我们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是我们对的完了、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回到主的身边来审查我们的心，啊，审查我们的心，我们到底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路途中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我不要说好事先哦，你会自己去考虑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虑去思考，我不断的要在主的面前让主指示教导你。越走的越成功率越高的时候啊，你反省的时间那个机会会比较少。因为我们做东西要去完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冲出去，我们不能够停下来。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错事，我们要给我们时间自己停顿下来去审查了再走。我一直以为我很快的做完了，我就很快的解决我的问题，其实不是。
我可以很快做完，我也要很快的审查我自己，一边做一边审查，所以呢，我才不断的能够成功率会比我一直冲着下去的高。啊，所以我在这边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看清楚，我们要怎样的去爱护一个弟兄姐妹，怎样的去维护他们，怎样的去为他们祷告。如果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错误，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去指点。因为我在这个以西结第三章，上帝有告诉我们做守望人啊，城墙的守望人。他说如果是我们警告那些人，有什么敌人来，有什么事情会毁坏他们生命，我们警告他们，他们不听，他们的血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如果是我们早先警告了他们，他们听了，他们就悔改，就能够悔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每天做好人啊，我们就很容易过上帝的关，不是。如果是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有这种的勇气去指点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啊什么歪曲路是讨不到上帝的喜悦的，我们要很勇敢的去告诉他们。我从我的孩子身上学习一样事，还小啊，很小，他做错一样东西哈，他就会来找我，因为他小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他做什么东西很邋遢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嘛。哦，他每一次来，他做了一些大问题的时候，他就走来，这样子看着我儿子，我就知道他有做了一些错事，我就走去看，啊，去跟他解决问题。有时我骂他，有时呢，我就故意叫他拿手出来，我要打他，给他知道这是错的。不过他很勇敢的去面对他所做的错的事情，来在我的面前承认。我虽然还没有看到那些东西。所以我们人应该是这样子吗？哦，上帝创造我们人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呢，我们敢去面对我们的软弱，敢去面对我们的那些啊错误，我们就能够有机会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敢去面对，我们可以过四十年同样的，好像我讲的那个小姐啊，生命里面就是一直走出这些问题来。不过如果是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很轻松的去面对我们的将来，就不会再一次又一次的给这些背后的事情一直拉我们回来，对吗？啊，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教导我这件事，在什么事情不管它是极小，我都要安静下来，沉思去想办法怎样解决，怎样处理，用最好主的方法的去处理，我们就有看得到有解决的方案，就有改变的方案，有成功的结果。哈利路亚， Amen。 我祷告，我们今天要在主的面前准备装备我们自己，祈求主给我们一种的心态和态度，愿意的接受随时来的改变，不管那种改变是逼着来的，或者是突然的，我们求主指示我们能够怎样的装备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些改变，好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更坚强，更有效果，更有成功，而不是在这种挑战之下
我们一个一个的夸倒或是放弃。我相信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面对的情况，也许是我想象不到，或者是呢会比我想象的会更糟，或者是呢有些是说不出口，多年的那种的压制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只把它当作是一个习惯。我们今天有没有谁选择说，主，我不要再看到这种的情况在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在我的家庭，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工作，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有软弱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的长处变成了是我们的攀倒，或者是别人的攀倒，我们也要求主来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谦卑下来。耶卡纳玛苏拉玛沙卡拉巴里安达，哦，拉巴哈塔纳玛西里安多罗玛苏库罗玛苏库罗玛心里。哦，让我们在各种情况，在改变的情况中，耶卡纳玛哈多，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的坚持，都能够这样子的看到。哦，里巴沙卡拉巴里安达，哦，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坚强，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壮胆。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装备我们自己去面对它。哦，主啊，来改变我们的思想，给我们一个强壮的思想。 Give us a strong mind, Lord. 哦，在我们的这个情绪上的这种的脆弱，哦，主啊，你要借助各种的情况中让我们来，哦，能够被这种的情况来磨练出来，使到我们能够很勇敢的，使到我们能够有这个价值观的，耶卡拉巴沙拉巴里安达，去坚持我们的立场。耶卡巴罕多罗布沙卡拉玛苏里安达，耶巴巴里巴苏里玛沙卡拉玛里安多罗布萨达拉玛兰达。Oh Lord God, I just call unto you, Lord God, 主啊，我们来欢呼你。哦，主，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些留在这个旷野地二十岁以上的那种野蛮，那种刁蛮，那种固执的。哦，希卡纳玛里安达，哦，主啊，你来把这一切的困锁，一切的在我们的思想上的困锁，哦，这些我们生活的背景，我们的这种的传统的背景，哦，来这样子的锁住我们的一切的一举一动，使到我们不能够改变，使到我们不能够放下，使到我们不能够去经历这个主的新生命。哦，主，要我们过着这种的新生活，这个得胜的生活，这个胜利的生活。哦，主啊，你来这样子的破除这一切的墙垒，破除这一切的困锁。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情绪，甚至在我们的语言，那些使到我们不能够结果，使到我们攀倒，也使到别人攀倒的那些话语，那些利己的话语，那些杀人的话语，完全破除，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耶卡玛里安多罗波沙塔拉巴里安德，耶卡玛哈多罗波西卡拉巴里安多罗波桑达拉巴兰达。哦，圣灵啊，耶卡玛里安多，哦，让你的圣火来这样子的燃烧，
燃烧我们生命的意雀的这种的哦，这种的邪恶的这种的毒根，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连根这样子的拔除。哦，主啊，让你的孩子们主能够得自由，让你的孩子们主能够这样子的，哦，主啊，健康的这样子的成长。哦，主啊，我们感谢您，主耶稣基督，一切的苦毒毒恨，哦，主啊，你都要完全这样子的破除，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这样子的遮盖，洗净这一切的罪过，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哦，来领受这个圣灵的这个哦，这个祸水，哦，领受这个圣灵的施洗。哦 Lord, you baptize us, God, with the fire. Oh, with the Holy Spirit, Lord Jesus, God. Oh, 主啊，你来这样子的使我们领受这个圣灵的施洗，领受这个火的施洗。也看嘛，修克罗波，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耳朵，洁净我们的口。也看嘛，修克罗波，山达拉玛库里安的，哎，巴巴里巴哈修罗波，萨达拉巴兰多，米基里比，辛迪里比，山达拉巴哈托罗波，山达拉巴库兰达，哎，巴巴里安多罗波，山达罗波，山达，哎，山达玛山达，哦，让赞美的歌曲。哦，让赞美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主耶稣基督，哎，卡玛兰多，让一切美善的，哦，良善的，哦，主啊，来这样子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主耶稣基督，哦，感谢上帝，感谢主，耶卡玛修利亚呢，哦，哈利路亚，拉巴西亚。Oh, hallelujah! 有一位神，看那么修炼，有一位神，一切万，听到吗？帮忙唱一下。OK， 你们一起唱好吧，一二三，有一位神，可以可以啊，开你们的 YouTube 来唱，有一位神，哎。西格拉玛圣多罗玛西里亚，感谢主，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来来 ，Amen, Amen。有一位神。
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支配体贴人的软弱。权威荣光，有恩典是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当然的神，唯一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是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我们给上帝一个胜利的掌声。阿门，阿门。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 Mr. Guan。兄弟们，让我们再给上帝一热烈的掌声。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如果你什么需要带到来上前来啊，不然的话机会到此为止。让我们做个祷告。亲爱耶稣基督，今天晚上的信息给我们知道，我们要越来越好，靠着你的力量，我们越来越有进步，越来越有你的意向。上帝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这个生命充满你的力量，充满你的荣耀。哦，上帝，我们是互相扶持，互相教导，互相指引。哈利路亚，使用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家里面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成圣。是的，世界越来越败坏，但是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是有成长的，我们是有成圣的，我们是有你做我们的榜样。哈利路亚，
哦，是卡拉巴沙沙，上帝，我们要你来赐福你的孩子，保守他们，你的脸光照他们，给他们有你的恩典，你引领向他们，给你你的平安。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上帝，你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的，不是偶然的，他们来到今天晚上是要跟你面对面，是要被你接近，是要被你刚强，是要被你建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有你的带领，越来越有你的荣耀。谢谢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有什么需要可以上前来，我们的牧师会帮你祷告， Amen。 上帝祝福大家过这个愉快的周末， Amen。